大家好，我是姐姐婷。来，我们来看生活速写主题书第四本，翻开第二十页，第二十面。来，我们来看位置的高低比较。动物们赛跑完毕，已经各自站在领奖台上。你知道谁跑得最快，谁站得最高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它这里的红点是站在最高，所以站在最高的是绵羊，所以我们就要拿出一放在这里。来，我们来看它的红点在下，在第二格，就是排在第二名。排在第二名的是狮子，所以我们就要拿出二号。来，第三个点在第三个格，它就是排名第三。排名第三的是牛牛，我们就要拿出三号来。在这里，好，我们来看第四个点最后一名，它是最后的是大象，所以我们就要拿出四号来放在这里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的是，第一名是最站的最高的是绵羊，最后一名站的最低的是大象。好，来，我们就来看第二十一面，第二十一页。好，来，根据第二十页的图示，你知道站在各个台阶上的是谁吗？请把它圈起来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下面的图。他是在第二的格子，在第二的格子那边，他的点是在第二的格子那边，所以我们再看回第二十页，我们就要来看回第二十页，站在第二的是狮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就要把狮子圈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这个红点是在第四个格，是在最后。我们再来看回图，在最后的是大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把大象圈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三题，它的红点在最上面的一格，第一名。我们再来看，在最上面的是绵羊，对不对？绵羊，我们就要把绵羊圈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四题，最后啦。它是红点是在第三个格，所以是第三名。我们再来看，第三格是第三名是牛牛，所以我们就要把牛牛圈起来。好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